打卡就说我们得自拍一下是吧？或他们拍也行，他拍也行。那我坐地上吧。那我蹲着，他坐着，我蹲着，你坐上面，刚好一个层次。大可不必。哎，刚好三个人，三二一，来，三二一。你看看 OK 不 ？OK 啊 ，Very nice。我的妈呀，我的脸在这么大，你们脸这么大一个，这个别用了。我脸有半个画幅那么大。哇哦，这不错。啊，我也觉得，是吧？这也太帅了吧。你说我吗？我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大家都说的挺有道理的，大家都说的挺有道理的。怒端一波水。来签名。盖章，盖章。啊，对对对，忘了盖章。这个我想拿走一个，我觉得这挺厉害的。我想把这个章，我觉得这章好有意思啊。往下。戴头套完成肌肉三连拍。不得不说，你抽中的这些都挺不挺炸裂的，好像专门为你写的一样。但他也可以啊，而且他最近肌肉练得老猛了。是吗？每天就这样。哎，你看导演，你看我最近就这样。对，导演摸，导演摸，导演说什么？打打，怎么天黑了？原来完颜展背。好冷啊，哥。我主要要把我的脸挡住。这样，诸葛青，你救我一把呗！我咋救你一把？这个你现在比我有肌肉，但我衣服脱不了的。不是你这样就行，我也脱不。难道要这样吗？哦，我还以为要脱衣服的。我以为是这种。是的，我陪他的话就少一张。先展示肱二吧，就这样吧。我看不到。就这样，就这露出来。行。三二一。好，然后那个中二在前面再来一个，三二一，哦，那只手起来了，在你的脸上做一个那个啊呜，那个手伸开那种，龙咆哮，啊呜啊呜，啊不是，就是手拿开，手拿开，那个小花猫，那个喵，那个，啊对。这样不是，就是很朴素的呢。我这挺朴素的呀，我也觉得朴素。不是要转吗？是这个。哦。嗯，对，就是你拿开了之后，你还同时做个 wave。是。对，有一点记忆了吗？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东西，但是、这个、那你们会跳的吗？对，但这个就是郭富城老师也有很多版本。对，那我继续往下顺一下啊。嗯，好。然后比心，双手一直往外比心。对，他。对，那个比心，单手就可以比的。这个、对，两只手。不，两只手都要分别送。对。你去看的是我的版本吗？是我的版本。离谱！你就会跳了吧？郭富城老师没有这个版本的，我这个这么朴素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说你那个不是。其实我也忘了，我大概知道就是对你，对，应该对你还有这个，对你爱不完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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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吧？你先吃一块，再吃。来，梅哥，这两天先不吃。等我拍完那个老农工那天。他只是为了老农工这些，他只是为了那有一些戏得录多一点，瘦一点。是真的要减肥啊？短暂减一下。这块是宝宝的。宝宝，你的减肥是结束了吗？没有，这虽然它是油炸的豆腐，但它应该比饼好一点。Skip to my loo, skip to my loo, skip to my loo, my darling.
吃什么呀，宝姐？正在找。哇，这么多糊。宝姐觉得这个怎么样？有点淡。没事，再来一个。回头闪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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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动，哦，动，哦，我功夫已经到了，没办法，憋不住了。可以，乱挥。其实那个可以活泼一点。哦，对对对，你刚刚这口吐进说那句话是什么？好了，蹦不动了。好了，蹦不动了。对对，那个挺痛，那个一会儿可以站。哦，再抓一下啊。嘘，这把年纪了，真叫受不了。旁边呢还有一个小弟，不叫闹，咱们去那边。好了，蹦不动了。